第六题，呈上题，此配置连续使用十分钟，请问电池释放多少焦耳的电能？我们在第五题已经算出来，它的功率呢叫做30瓦，而所谓的瓦就是花多少时间，有多少的能量。这个能量是用焦耳做单位，那时间是用秒做单位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有30瓦就表示一秒钟会有30焦耳的能量，那我们花了10分钟，每分钟会有60秒，所以总共有这么多秒，所以算出来是18动动动18000焦耳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电池释放多少焦耳的电能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18000 焦耳。